今晚煲了一个石盒啦，海底嘢嘅一个排骨汤。冬令嘅呢个汤煲俾我煲汤煲到烂咗。开始煲汤啦，俾两片姜落去，瘦肉咧两细块就 OK 啦。之后咧，我哋主要就系加啲石盒啊、海底嘢啊，仲有莲子、玉竹、麦冬、控枣、枸杞，咁就 OK 啦。之后我哋就撞啲滚水落去。我嘅汤都系一样，大火转细火煲佢一个钟。石盒啊，海底椰咧，佢滋阴降火，特别适合咧，成日都嗌嘢啊、加班嘅朋友。最后只要俾啲盐调味。